五一手，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运气不好，这局就是没希望三炮的。对，就如果说你但凡撞脸直接被找到了，那对不？他找冒险家有一手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而且冒险家你早晚会被找到的。对。哦，我现在只关心一花的位置。看一下，还行，还可以。这里往中，还可以，因为他会先往四合院走，他不会优先往大房走的。那四合院这边的话是都拉开，那就证明什么？救人位不在四合院。这边是张玉剑的园丁，抬过去的话，拿到，哎呦，没有拿到这刀。没关系。那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盾飞掉？两个进，那不太可能了。现在，那这个走位的话，一个考验短板博弈了。对，这也是他们可能一个剧本里面最希望看到，就是开局直接追园丁，然后园丁稳定先牵制五十秒。没错，那玉剑这边看看一个非常优秀的短板博弈。是，那这里的话还是说白了还是要肯定给刀、还是要出。对，那把板子下了，再来一个板弹加速。拖一下那个镜子时间。对，现在镜子好了，那镜子好了之后，等一下，黑局就带时长吗？直接开出来下，他就是要跟硬拖时间。我的天哪！我天哪，这个也太针对啊！对，太针对了，太残忍了。是，那这里的话直接给张健一刀，然后让他去进大房，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有冒险家的存在。是，时长他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夸张了。没错，他至少可以火线可以存一台。对，那这样的话玉剑看看，因为现在他带的不是闪现的，阿福现在是被逼要再交一个镜像才能秒到张剑的原因。相较于说闪现红夫来说，他就是说我肯定要多交一个镜子才能击倒。对，这边站原地站定，这镜子好了、翻过来原地站定。我说等有盾有，哎呦，虚无了。哇，阿福其实可以选择等五秒的，对，但是他没有这样想。但现在的话这个市场得用了，你再不用的话三台机开了，你用到哪去呢？没错，那这样的话他觉得他还是想先去击倒了张，哎，这边哎呦很像的一个博弈。我的天哪，张宇真这么不天秀啊。上戏这边是开了，是的，那这个市场无处安放的市场，兄弟们，这个市场第一波如果没有去踹的话，后面再踹的话这个收益就不大了。对，那现在一花，张玉剑原地不，这一花，这一花能不能意识到时长？能不能？不能，时长了，还好什么？输也没交。对，哎，我你时长了，相当于也没时长太多，那可以接受求生者这个节奏。是，那这台密码机虽然是被踹干净了，等于说是开局的50%白修。对，那这样的话就要注意对局时间了。阿福现在他什么？他铁了心的，我就留你一个，对，我就跟你硬拖。我带了时长，我开分站还有 UB， 我还有挽留，对，就是强留你一个，然后给你拖时间。没错，但是对于一花来说，这个冒险家反而是选对了。是，但是这边的话很明显嗅到了张玉剑，张玉剑残状态，张玉剑的位置直接转过来，过来没有续出来，没有续出来，很可惜。那这样的话还要派波波的佣兵过来救人，等你救完之后什么问题？下一波市场又好了。但是这一波的话会不会考虑直接让上戏救？因为他离得比较近啊。也可以，波波上戏救也可以。波波还是过来了，他是顶着铜击过来了。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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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还是上戏过来。对，那阿福现在可以选择逼救，甚至有打平局的机会。是。啊，这样这块就看到脚印了，怎么说？换插眼，直接是失常换插眼，只用一次的失常还切了插眼，哇，这也太好，两个眼，我的天哪，太针对了吧？这个战术也太夸张了，这个，我的天哪，这是武装到牙齿上的一个针对啊！对，不救，哎，救下来，右边扛一刀，那看看空军有没有一个26的机会？园丁，这个镜像不敢抬佣兵的，是。啊，又是暂定原地蓄盾，怎么说？没事，给个擦刀，不着急啊，擦刀也不给，我就等，我就等，这个、反正进不了下一个交互点。甚至说这边是没有时间进这个板子板区，没错，他阿福这边就相当于什么，省一个镜像了。对，那现在就看他们破译进度了。现在万兵马机的话，满打满算的话也只有四台啊。是的，现在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啊。对啊，时间就是生命，直接地下室呢，一花贴过来救人，但一花手上的50%密码机输液怎么办呢？是，这里的话地下室救过来，佣兵那边顶着眼在修呀，感觉好慢呀，时间过得很慢。那怎么说？现在还好，通缉的不是冒险家呀，这个人起码还是有救下来说法的。是，而且救下来之后，密码机是能够亮的。哎、但是偷偷摸下去了。但是这局的时长怎么办呀？对，过来不救，等阿福打。对，先抬镜像，给一刀，然后等等救下来。不着急，还帮扛。是的，其实也不用，密码机是够的。是，密码机是够的。那这里的话得有一个人去贴门了，扛打冒险家扛到了，非常的秀啊。那这里换插眼的话，就稳稳的留下张玉剑就好了。是，那这边不着急，踩个板子可以直接亮了，直接亮的话赶紧贴门，佣兵赶紧贴门。这个对局时间的话，看看
张家这边还是有地窖的，但是这个盾虚出来了，但是盾虚出来的时间太早了。对，哎，这边的话，阿福感觉又犹豫，他想过，结果是拦门了。哦，过去拦门，直接转过去了。转过去的话，进攻能不能来得及？来不及。对，不是有幽闭的，对，有幽闭恐惧来不及的。他现在这边直接堵门，他不让你点门。但是这有一个什么风险呀？我没准死要死跑呀。对，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阿福自己给他选择了自己有一个比较风险比较大的一个选择。对，最后看一下这波波这边手里其实他是有刀，这边直接抢你一刀了，但这边要点门吗？还点门吗？还点门，他是想把阿福限制在这个门。不是，他想这边勾引你，让你就来追我，然后这边保队友三跑，这个时间是够了，现在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吗？这个时间是够的。五分钟吗？天哪！我感觉过去了一个时机了，我的天哪！对，我感觉还在那僵持。这如果阿福再去的选择，现在是主动敌了。我的天哪！五分二十，三个人主动了。我的天哪！时间是什么意思？这东西等我啊！是这样一种针对到牙齿上的多时间战略，还打使徒，哇哇，这，哎，他就是不服，他觉得说我刚才就是没发挥好，我还得好好打。好的，那么本场对局由斗武的监管者面对 FPX 主。哦，这出现前面谁？三岁的佣兵加上小铁的囚徒。哎，怎么说？这个点的话，三岁藏一藏可以浪费东玄的时间，但东玄这个眼神，这个嗅觉好灵敏啊！他这我估计是眼神看到剪影了，知道吧？那这样的话，又是小铁的囚徒来撞来牵制。而且这一把的话，我发现东玄他天赋有变了，带底牌了，还挽留了，带底牌了。而且现在的话，小铁是选择原地蹲，是蹲了一手的话，看能不能找到啊？这边因为狩猎本能没有消失。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一会儿溜达着溜着的那个耳鸣就要没了，是放好牌的位置，哦，方向，而且有个什么问题，他这一把话并没有淬火，对，这样的话没有排到位置啊，可以看到小铁他已经偷偷的溜，哎呦，找到了，但是这边的话是拿不到刀的，不仅有电，而且有虫。但是虫群已经到了。对，虫群到了的话没有关系，帮小铁拖一只猫嘛。是，把慢财板应该也是已经被察觉到了。对，没有关系，使徒和红夫人一样，依然有猫加闪现秒人的机会，跳过来。哎，但是这个猫这边躲掉了，骗一下。哎，一个倒车猫过来，但这个猫还是拿不到刀。对，拿不到刀，除非他愿意交闪现。是。这边小铁，哇，小铁的一个个人牵制，上局是牵制秀，这局是躲秀，好吧？哇，直接是一个闪现，哎呀，闪现攻到了，前面躲了一刀，交电了，天哪！但交电没有点可以转，没有点可以转，那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凭你拿到一刀。又用树吸了一下刀气，这边是太秀了吧，小铁爷！这换密码，这满打满算冲了两台半去了呀。没错，那这里的话，昆虫还要干扰一下你。是，这话直接来，又躲掉了。那就过来跳一下，这边还有一个分光，直接进去了。我的天哪，这样一个节奏对于东玄来说舒服了呀，难以接受啊！这样一个节奏对东玄来说难以接受呀。是。那前面的话，小铁又翻窗溜走了，而且昆虫一会儿没准还能帮。对，那这样的话再往前追，手里一个猫好了。但这个距离的话，如果放猫的话，可能跳不到。嗯，是的。那现在的话，看看东玄选择跳猫的话，跳到底没有用，因为什么？两块板区衔接的太紧密了，慢踩板是跟不上拿刀的。对，而且这话我觉得他们也是很细致的，已经发现了它是个慢踩板，所以说这边有板下板继续往里面牵制。小铁能牵制，还是能牵制、啊，还能牵制半状态的囚徒。虽然说没有破译，但是外面密码已经冲了两台半多去了呀。这个猫没有躲掉。那前面的话。感觉找个机会跳一下，应该是要倒地了。是，哎，这话应该能。哎呦，是有翻装加持的，但这话有用。刚刚击倒，哇！现在的话，一把这满打满算已经三台多了。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稳赢的节奏。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密码机够的同时，守墓人佣兵的救人你完全不用担心，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两个救人位的救人对于安来说简直是太难受了。你打双刀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这样的话，东玄也是主动的出来逼，对，出来逼迫一下守墓人救人，但守墓人救人很难逼迫的呀。这边把位置卡在。在这儿给到一刀吗？给到一刀了，但是稳救呀，这个人是稳救的。你是一个一阶使徒，把猫拉过去跳一下，顶多是一个预判出刀。哎呦，没有到一刀，可惜还是慢了一点。但能打双倒，一个双倒。对，打双倒的话也作用不大，说真的作用不大。那这里的话，看看囚徒这边还连上一个电，你看囚徒倒地还能连电。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囚徒他并没有被打出红圈，他还能牵制的。没错，那对于东玄来说，其实仅有的机会就是开门战的快速击倒加传送了。是的，这换一个猫咬到，哎，这还没有翻进去，那张一刀带走。这样的话带走的话，考验佣兵过来救人。对，那至少说他这一波手已不亏，但是换密码机已经快够了。没错没错，而且佣兵救人下来之后还套一个搏命，就给是给求生者贴门的时间。那现在问题来了，如何东
众神才能做到这一波手里打他一个救不下来，那我觉得很难很难、啊、救不下来也压好了。对，就这个机会点只能在于什么，干扰密码集，但是如果他现在选择换节奏的话，未免太过冒险了。是，过来牵起来了、哎、时间也是预判到直接盾铲，不给机会，直接失常，师徒皆失常，我的天哪，不好吧。拼了拼了，他觉得如果说这一波不去切市场的话，可能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强行去换这波节奏，要去抢手遗产。这一局的话好难好难，很难，真的好难。你现在给到外面什么，外面的囚徒佣兵很快调整完状态，可以再找一台新的去修，这样的话你安全场其实并不能控的。对，控这台密码机有用吗？没有用，他外面调整完状态之后一个满状态、哎、但是这边囚徒被通到了，有没有考虑说直接挂完之后直接出现蓝呢？不敢走啊，那他市场踢完这台他怎么办呀？他如果守的话他还没有机会，他只能出去赌。赌的话，那你看一会儿昆虫就要来两个人抢这台，是还是没？就这局的话，机会好渺茫，机会好渺茫、啊。对，而且他因为现在切了个失常，是一个孤注一掷选择，他开门战也没有传送去给他去保一个。对，这边的话，压满就守墓人，因为什么？我现在都不担心上挂飞的问题了。你现在，哎，这边卡半，还有卡半就。过来下来跳到一下、跳到一下的话拿不到这一刀，是因为是慢裁判。哎，但又晕了一下、哎、交互腕弹走，哎，就是不给你拿刀的这个机会啊。是，哇，那现在的话因为昆虫稍微帮了一下外围，是囚徒那台密码机可能多一点，是这样的话想直接是给你、两个人一起过来，不跟你博弈了，直接过来绕，想逼你救。对，过来的话这刀如果能扛到还好说，或者说什么大龙的昆虫觉得大龙是搏命、哎、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搏命，他现在没扯下来呢，没扯下来。他现在不敢救，就是没有搏命，是绝对的没有搏命。哎，这是打个打个没有搏命，但没有用。这边还能扯下来，能扯下来。这边给到刀，被人扯下来，直接扯下来了，骚扰一下，直接中空边，这边怎么烂？这已经七十多了，这边还给我们卡了个肥胖流。对，这边给昆虫上到一个猫，但是其实昆虫是不怕的呀。我现在想追击是守墓，但是对于目前来说，打到昆虫没有关系。无论是谁，那密码要击倒了吗？无论是谁，只要击倒，哎呀，直接亮，密码机亮了呀！手里还没有猫，这局是一个三炮的局呀。那这样的话，大龙这边是的，没有关系。对于东西来说，留一个，对，稳稳的留一个。怎么办？这个猫，这个猫的没有咬到，强了。那这样的话是要用道标过去指一下吗？对，还好现在地窖不在大门，而且开不了，因为有一个幽闭恐惧的一个存在。这边过来跳，咬到了，直接一个东旋跳，是非常的丝滑的，是但是没有用啊。对，那这样的话挂上之后也只是一个留一个了。对，留一个的局。那这样的话，朱雀的求生者把自己的压力降到了最轻。是，哎，还不挂，在担心什么？他。